陆广东的梅陇高速公路怎么会发生坍方呢？现场呢造成了36个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但奇怪的是啊，这座桥明明盖完都还不到10年的时间，根本不算是老旧的桥梁，怎么会发生坍方？这个难道是中国内部有许多的豆腐渣工程吗？世聪哥，对，没错。实际上这几天的时候，全中国大陆的民众在讨论这个意外事件。那为什么讨论这个意外事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子在这个燃烧的这个画面，为什么车这么多车会燃烧呢？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广东这一带下雨下得非常夸张。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前几天我们讲过啊，这个下暴雨啦，然后这个闪电啊，然后还有怪风等等的，就没想到在很多这个山上面造成土石流，甚至很多地方的路基就这个挖空的这个状况。那于是呢，就5月1号的这个凌晨的时候，就发生在广东的这条高速公路，叫做梅陇高速公路。就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呢下大雨之后呢，整个这个坡体滑落之后，路基被掏空，路基被掏空之后，加分就你知道吗？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大洞。对，那因为出现大洞的时间在晚上，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在台湾开车的经验，在高速公路上时速动辄80-90以上，对不对？那你在夜晚的时候呢，一个洞你根本完全看不到，所以就突然之间就这个凹陷之后，就有车掉下去，有车掉下去一台。没有人看到，两台、三台、四台，就前前后后都一直掉下去，掉下去了。因为他们有关单位也没办法发现这个所谓路已经被掏空的这个状况，就没有掉。前前后后来说的话，有官方说是23台车掉落，那为什么后来的没有掉落？因为我们知道下面的车就爆炸了，爆炸燃烧起来了嘛，燃烧起来后，很多原本在后面的人看到说，哎，前面已经大火烧成这样，他们就刹车，所以才会有这个造成23台之后，后面的人就看到因为有燃烧。你就会停下来，不会再掉进去了。那你目前为止来说话，造成约莫是36死，然后30伤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有段当然是很夸张的一个事件嘛。那大家就说，哎，这个路段呢，其实开这个所谓完工不到10年的时间，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但是后来被踢爆说，原来他的施工单位呢，之前还有非常多起所谓合约纠纷的这个状况，所以现在等于是说，把这个事视为说是豆腐渣工程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呢。目前为止，很多人在抖音上面，还有些人还找不到他的家属。这是一个女子呢，在抖音上面发文说求救，说：“哎，我的家人不见啊！”这样子状况了，就没想到呢，一开始的时候是言论被清空，后来连影片都没了。所以显见看起来的话，中国大陆似乎说有要这个把这件事情和谐掉。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梅陇高速的这个使用权来说的话，它用资是30年路基的这个防洪等级，然后这个用这个使用的这个年资是30年，然后这个路基的防洪是。100年一遇的这个状况，然后在2006年的12月30号完工，哎，完工到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就没想到就居然出现这种，哎，你不是百年洪水一遇的这个防洪吗？就没想到出现这种所谓路基坍方的这个状况。好，那无论如何，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在调查这个整个事件发生的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不过呢。我们就讲，最近中国真的是这个天灾人祸不断，特别是在天灾这个部分。我们不是讲到前几天不是这个大风大雨在吹过这个广东这个地方，这是在广东汕尾车站的旅客。你看他们在月台上面就没想到突然之间狂风暴雨啊！狂暴雨之后，就你看这些人没有地方可以躲啊，没有地方可以躲，那怎么办呢？你看他们就抓着这个柱子，对，抓着这个月台的柱子。你可以看这个风之强大。那因为这是在高铁站，就有人说哇，这个风速搞不好都比高铁站都还。更夸张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因为狂风暴雨之后夹带着这个大量的这个洪水泥涝这样出去之后，就要在这个湖南这个地方呢，因为没想到哎，有人被冲在这个河里面去了。那刚好啦，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然是非常刚好，因为什么？刚好有人就拿出一个网子来，哎，把这个小孩抓住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小孩的真的就已经被冲到河道了，幸好是有这个网子。把这个小孩抓住，否则真的会完蛋。好，那除了这个小孩子被抓住之外，另外一个，因为这几天呢，除了大雨之外，还有冰雹。对，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冰雹也很夸张。大家可以看到，哎，这个冰雹有的都已经比50元硬币都还要更大。那你知道说，事实上这掉下来的时候，万一你没有撑雨伞打到你的头上，说哎，受伤哎，这真的会受伤。而且这个冰雹一个，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小，有人展示越来越大这个冰雹。那甚至是武汉的一个建，因为其实这个降暴雨呢，不是只有在广东这一带、湖南这一带，连湖北这一带也都降到暴雨。那因为降暴雨的这个关系啊，这时候就是见证工程品质好坏的时候。全美想，你看这个
这个工程太烂了吧？下雨之后，外面下大雨，里面是淹大水的一个情形。那除了这个里面淹大水之外，因为外面你看外面真的是狂风骤雨之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些相关的可能整片的这个包括说挡土墙啦，或是整片的砖瓦就完全被它吹掉，你看整个就吹落。所以现在这一次就真的是见证中国工程品质的时间，甚至在商店街里面来说，风真的吹到大，你看吹到这个连这个整排的商品就是完全被吹倒了一个情形。那除了这个吹倒的这个状况之外，因为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觉得说，我家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什么流这个滴水，就没想到他要把它戳进去，没想到戳进去之后，不戳还好，一戳进去加分，你知道吗？薄薄的一层水，你知道里面居然是那种天花，居然是那种所谓的这个宝丽龙啊，对，所以就变得很夸张啊。那难怪他就觉得说，我们家难怪会漏水。这个原本呢是还蛮漂亮精美的一个这个木质的这个鼓楼，就没想到一风一吹，就倒了。他想你这个工程品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江西也是一座大桥，上面来说，它也是一个护栏，就护栏之后，一倒，居然整排就倒。那整排就倒了之后，这个造价约莫折合新台币是8亿元左右啊。就官方就说啊，不是这个品质绝对没有问题啦，主要原因是因为风太大的原因呐。甚至还有什么，你看衡阳的这个地方呢，水库就溃堤的一个状况。那他们就说，甚至有人去弄这个堤坝上面来说，你看这个。一看，如果你知道堤坝上面有这么这个水泥，这样一拨就掉下来，你觉得这个安全吗？所以显见得到了这一次的天灾的过程里面来说，我觉得很多部分的灾还是伴随着人祸的原因呐。没错，世忠哥特别提到了哈，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除了天灾之外呢，还有人祸。接下来中国要面临的是他们经济疲弱的状况了。现在的房地产也不好，经济状况也不好，怎么办呢？七月份即将登场的三中全会，对，会是他们的救命单吗？对，大家怕的是说。万一你这个救命单呢，或是说这种强心针都打下去还起不来的话，那真的完蛋。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七月要召开这个20届的这个三中全会，那这一次呢，他们会 focus 在什么地方？房地产的这个市场，还有地方债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起不来的话，你总是官方要给一个明确的这个答案。好了，我们就讲。事实上，为什么这个大家会觉得很紧张呢？因为我说真的，这个聪明钱啊，照那不为的。尤其是我们要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晶圆店。那晶圆店其实，我们台湾晶圆店它其实是做这个封测。那封测它过去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有投资所谓金融。那金融为什么要封测上去大陆呢？因为封测是需要比较多人的，所以有时候呢，你去中国大陆来说的话，用他们的便宜的人工，这样来说对我竞争力是有好事。就没想到他最近宣布说，我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金融的这个股份完全卖掉，然后卖给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厂商。那有人就说，其实金融店也这个晶圆店的金融不是没有赚钱，也是有赚钱啊。那你为什么要跑呢？主要原因就是说我起码不造哈。以后搞不好没命可以跑啊，所以他现在就要跑，所以他就说我趁着有获利的时候赶快把它换钱。那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来说内卷非常严重，我们给大家说，之前中国大陆在竞争的时候，可能这个太阳能 LED 啦电动车，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是风车，因为风车呢，他们现在中国大陆不断的在增加产能之后呢，可能也会有削价竞争，所以显然晶圆店也是看到说未来不好的时候我赶快就跑，所以现在未来很多台湾的供应链恐怕也都会因为这样就离开中国的一个情形了。好，除了这个包括了很多地方啊、企业啊、电子厂啊、封测厂都要润出中国之外呢，还要来看到的是现在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也不好，连带的带衰香港。当然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中国房地产跟香港房地产两个本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说你中国房地产好的时候，很多资金呢会跑到香港来买，或者香港房地产好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跑到中国去买，他们两个是联动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房地产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太多暴雷，恒大、碧桂园一大堆都暴雷，万科一大堆都完蛋了，连带的使得香港也是一样。你看，因为香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房市也是疲弱不振，尤其是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个百大的企业4月的销售额继续往下跌，中国屋连续跌24个月，所以导致香港也被波及。那今年第一季香港的房地产已经变成是负资产的数量呢，高达3.2万件，是21年来的最高。什么叫负资产呢？就是说我可能呢，这个当初我用这个缴了这个头期款，然后准备要来这个按照我的每个月付多少钱来买，就没想到我现在买进去的时候，搞不好我会亏更多，可能房价已经跌了30%-40%以上。那我这样就不如说我就不要买，还比较好，我就。
宁愿把这个我缴的钱把它违约了就好，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这种就是他这个他宁愿不要再缴接下来的房地产，宁愿让他违约，这就是所谓的负资产。那负资产的这个数字来说的话，目前为止暴增的一个状况，来到21年来的新高，也来到21年的新高，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呢，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持续在往下坠落的这个可能性。那好，我们过去的香港的这个房地产来说，为什么会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很多中国民众呢，他会到香港来消费，包括说5一长假、11长假，大家都会来这个地方来消费，所以。因为过去这么多人来消费之后，让整个香港的地租就往上涨。地租往上涨的时候，那当然会让商办啊，或者整个房地产价格热闹轰轰。可我们就讲，事实上以今年的5一长假来说的话，香港入境事务处的这个预估来说，5天的长假约莫在590万人次借由各口岸进入香港。那其实这个数字来说，跟过去一段时间来比，真的差很多。过去可能在5一这一段时间来说，进入香港的可能搞不好都5、6、6、700万，甚至更多人。那甚至因为这个目前为止交通非常的这个顺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进来，很多人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几个指标，也就是说在香港的购物区，我们在香港购物区是香港房地产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连香港的购物区黄金地段都没有出租，这就有点类似上，如果台湾的这个，比如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义计划区到处都是出租的话，那当然就是很不好的，尤其是空置店面。那你看他们目前为止来说，走过这个入口，特别是香港的这个购物区的时候，你看到处都是把铁门关起来，然后不然就是出租的这个，看出租啦，出租各式各样的一大堆，所以街上到处都是出租的这个告示，所以告诉你说，从这个香港呢，这个五一长假人不来之后，让整个香港的这个房地产也难撑起来，所以我就讲。中国为什么现在会注意到他们今年的三中全会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经济再起不来的话，可能呢会陷入更长期的经济衰退的这个压力。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新闻内幕、独特观点，厘清事实，破解谜团。我是陈明君，我是李佳明，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